我是阿涵，我是一贝，我是小华，我是阿慈，我们是花痴姐妹花。喂，谁跟你花痴姐妹花？激动，我的心跳好大哦。是吗？是出场员吗？出场员，出场员，出场员。喂，认真一点啦。群众美食啊，竹东要什么美食？当然有啊，就是你杠我一下，哎，杠几处名，哎，爆浆黑糖包啊，啊，是哦，那我事不宜迟，赶紧走吧。好吗？有有有，哇，那是爆浆啊，真材实料，馒头嘞，好吃，阿姨，如此亲切，对。现在呢，我们来到了竹东吴妈妈馅饼，我们来问一下老板。老板，请问一下你们的猪肉馅饼最大的特色是什么呢？主要特色是它里面放洋葱啊。放洋葱，吃起来很甜。然后我们猪肉是黑猪肉，不会有味道，就比较好吃。哦，真材实料。那请问一下，你们在这边大概做多久了？做多久？对。创业到现在啊，26年有了。26年哦。对，我算第二代了。第二代。哦，所以是你妈妈。对。我们现在来请小华姐来，谢谢。关圣帝君、玉帝爷、祝生娘娘、释迦牟尼、地藏王菩萨等，为佛道并融的综合性庙宇。会昌宫历经多次重建，庙宇样貌越富丽堂皇。我们现在来到了萧汝松艺术园区。萧汝松艺术园区原本呢，这个是以竹东高中教师宿舍为名，其中有一栋，而这一栋呢就是故松居，它是萧汝松的故居。萧汝松呢，他呢素有叫太阳起床之人的资深的称号，真性勤俭朴实，一生呢造就不少美术人才。萧汝松故居建筑物呈日式建筑，其中又混合了传统材料，具体呈现当时名家群聚纹理的空间配置关系。好，我们刚刚去吃完的黑糖包给我拿用吃完，西线皮肤下来到这边。什么特需？韭菜蛋饼，看一个20元，满满的馅料，只要20块而已。而且到哪里才知道韭菜蛋饼呢？只有这里阿胖豆浆。来，试试看它的口感感觉如何吧？这个作品，我不是看外面普通小朋友都说这像瓜牛，但是我不是做这样，我的要表达的就是代表红尘世间的红尘，在这颗呢是一个浮动的心，像一个像人的心一样，什么时候停止下来呢？就一个像地球一样，它那个现在地球家人没有好好的爱护，就像电脑中毒一样，苏麒麟文化馆，它的名字呢源于竹东的旧地名树麒麟。那这栋建筑物在民国92年的时候，有文件会推动地方文化馆计划，将原本的农产中心转型为艺文展览所，包括了提升整体竹东的文化品质。它这边也会定期的展出各种艺文的展览，那像这次的是书法展为主。
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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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。主动王，哇！